喂，您好，我是魏于田，马上就要来迎接周末假期了，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风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强劲呢？主要是因为东北季风逐渐增强的关系，像是呢在桃园这边的平均风力已经有来到了8级，而在中南部来讲则是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，天气还是相当的晴朗稳定。不过要特别留意呢，是在桃园到苗栗这一段到云林这边呢，其实在今天来说呢，都还是蛮容易会刮起9到10级的强阵风。而气象署呢也是持续的发布路上强风特报，而整体来讲，这一波的冷空气的影响最明显的时间会落在今明两天，其实最主要的降雨的区域会落在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，其中雨下最大的呢会是在宜兰这边，很容易下起了局部较大雨势，而要到礼拜天的时候，随着东北季风减弱下来，整体的降雨的量还有区域才会跟着缩减。那么可以注意到呢，一路到下个礼拜一的白天都会是比较稳定的好天气，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一下，因为很快到了下个礼拜一的晚上开始，新的一波东北季风又要开始增强，而同时呢会影响到礼拜四的时间。不过这一波来看呢，水汽并不会到很多，主要还是属于干冷的状况。而在温度的表现上面，今天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其实冷空气的强度没有到很强，最主要呢是影响到北部还有东北部的高温部分会有感的下滑，像是呢在昨天北部的高温还有来到了接近30度哦，不过到了今天则是掉到了21度左右。而在下一波的冷空气呢，预估呢是会比起今天这一波还要来得更强一些，有没有机会搭配辐射冷却挑战大陆冷气团等级，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。不过北部地区预估会降温到15度左右。再带你关心今天全台各地更详细的天气预报。首先来看到在北台湾的部分，今天整体来讲都会是比较湿湿凉凉的天气，降雨几率落在20%，基隆19到21度，双北市19到21度，桃园新竹苗栗19到24度。再看到在中部地区，台中22到26度，彰化南投21到27度，云林嘉义22到28度，降雨几率都是零。来看到南台湾的部分，台南23到27度，高雄25到27度，屏东24到28度，降雨几率一样都是零。东半部地区，宜兰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，来到了40%，19到21度，花莲21到24度，台东22到26度。最后是在外岛地区，连漳16到18度，金门澎湖17到24度。做的天气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，今天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因此呢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都会是比较湿湿凉凉的天气，而在中南部不受到影响，不过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哦。而另外要提醒呢，是在强阵风的部分，桃园到云林这一段很容易刮起9到10级的强阵风。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，感谢你的收看。